南路。对啊，海丰。第一次第一场戏是在一个酒吧里面，然后我那个角色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会长怎样嘛，然后导演就说你等一下要跳舞，变成我这整档戏都在跳舞，所以刚才你问我说要不要再跳舞的时候，我就说待会要跳舞。跟他合作一开始，我是跟他见面是在那个读本的时候，跟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觉得他很高冷、很高级，然后很难亲近。但是实际相处下来，他就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人。他跟你说话一定会看着你的眼睛，然后他会笑得很灿烂，然后完全没有架子，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徐怡婷，很开心加入大家。高人拜托，向高本有根基拜几遍。哎，都流汗了，先发抖。这场杰森，杰森没有地位啊。斥巨资请来的教练，他在讲话，先闭好就好。我要在那边澄清一下。现在穿布偶装的不是我，所以跟那些妹妹在那边乱来的不是我。吓烂了，超湿。掌声好像不够大声哦。